个就是有一个坑洞，然后我们就开过去，第一个喷到也是我。哦，这样子，那你不是全身都湿了？对啊，全身都湿掉，但我的衣服没湿，因为我穿救生衣，他的裤子湿掉。我穿衣裤子湿掉。没有，没有带裤子，只有带衣服。哦，只有带衣服哦。那那太阳很大，一晒也就干了。对啊，干了。还是说屁股湿的。哦，这样子。那下一次什么时候要来美国玩呢？8月。8月。8月份。明年的8月份。明年的八月份。哦，明年。给安安再大一点啊！然后那个让安安讲，然后小明说不行，因为安安太小了。又然后我们把、我们那个那个你们要早一点吧。我们明年的8月份，小明说那个要去美国两三个礼拜。两三个礼拜，两个礼拜太少了，大概要三个礼拜咯。两三个礼拜啊？我们可以三个礼拜。